大家好，我是华硕的 Angie，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华硕最新推出的 3D 显示器 BG236， 它拥有现在市面上最快的反应速度2毫秒，并且搭配 120Hz， 能够让你的 3D 的显示达到最流畅的效果。另外，同时 3D 大家最 care 的是颜色以及亮度，这个它拥有 Color Shine 调校技术，我们能够在机器上面加入多层膜的调校，让整个色彩反应更鲜明，同时拥有400 nits 的亮度，是现在市面上同级的 3D 最高。BG236 的 3D 技术现在是市面上最先进的 3D 技术，它能够支援 NVIDIA 的 3D Ready， 同时能够把你现在现有的 2D Game 全部转成 3D。它现在总共支援到市面上所有400多种 PC Game， 所以你能够在家里面轻易就能够享受 3D 的调校效果。同时 ，BG236 拥有最符合人体工学的设计，不管你是在需要高低调整，或者是左右旋转，甚至在倾斜度的调整，都能够最符合你的视觉需求，让你拥有最好的 3D 视觉享受。不管是玩 game 或者是在看电影，都能够有最好的体验。